诗篇第106篇一节，恁就俄罗亚花，就感谢亚花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是虾米人会讲起亚花一大关联？是虾米人会表明伊一切名声？今日遵守公平，常常行公义的，这号人就有福气。亚花，你用恩惠款待你的百姓，求你也用这个恩惠纪念我，开你的救恩关顾我，让我看起你选民的福气，欢喜你国民的快乐，甲你的产业做伙夸耀。六节，愿甲阮的祖宗平平犯罪，阮作孽行歹，阮的祖宗伫埃及无明白你的技术。无纪念你丰盛的慈爱，阮倒伫红海行背逆。若是伊因为家己的命拯救因，为着要显明伊的大权能，搁划红海，海就大。伊带因经过深的所在，亲像经过旷野。十节，伊拯救因脱离万分因的人的手，对受敌的手中。救赎因，水淹没因的敌人，无留一个。那时因正信伊的话，唱歌学罗伊。但无偌久，因就未记着伊的所作，无仰望伊的指教，反倒伫旷野大起贪食，伫怕远的所在试探神。伊将因所求的赐予因，却予因的心灵软弱。因搁伫营中，嫉妒摩西，甲亚花的圣者阿伦，地就开吞落大丹，看物阿比兰嫉妒的人。十八节，有火伫因的当中发起，有火焰消灭歹人。因伫火烈山做牛啊，拍败所铸成的像，安尼将因荣耀的主。换作食草的牛仔像，未记得神因的救助，伊要对埃及行大事，伫咸的地行奇事，伫红海行通惊的事。二三节，所以伊讲要灭绝因，若毋是有伊所拣选的摩西，徛伫当中挽回伊的生气，行了伊就灭绝因。因搁藐视迄个好的地，毋信伊的话，伫家己的报病内发出怨恨的话，毋听耶和华的声音，所以伊对因咒诅，要互因死伫旷野，互因的后代死伫列国的中间，四散伫各所在。因搁甲巴勒比尼联合，搁食过祭献死神的蜜。因安尼行，惹妖花生气，就有瘟疫流行伫因中间。迄时，腓尼哈徛起来，刑罚歹人，瘟疫正煞。迄就算作伊的义，世世代代直到永远。三十二节，因伫米利巴的水，搁予妖花生气，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。是因为因忤逆伊的灵，直到摩西用嘴讲出急色的话，因无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，反倒甲因混杂三合，而因的行为侍奉因的偶像，这就成做家己的罗网，将家己的囝儿祭拜鬼魔，老无罪的人的血，就是家己的囝儿的血。将因祭拜迦南的偶像，迄、那个地就火火拍拉散。三十九节，安尼因予家己的所作拍拉散，伫行为犯着邪淫，所以也发生气，对伊的百姓发出厌恶伊的产业，将因交伫外邦人的手，万分因的人就吓济因，因的受得。也欺压因，
因就屈服伫敌人的手下，伊节节拜拯救因，因却计无背逆，因为家己的罪恶降作卑贱。44节，若是伊听见因哀求的时阵，就眷顾因的危急，为着因纪念伊的约，照伊丰盛的慈爱后悔，伊也予因伫拢壮烈因的人的面前得到怜悯。47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我，对外邦中聚集我，我通俄罗斯的性命，用俄罗斯做跨省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俄罗的，对永远得到永远。愿众百姓拢讲阿门。恁都俄罗耶和华。